韩英珠与丫鬟韵儿除贼有功，暂且就住在永嘉侯府。你不喜欢住在侯府吗？不明不白的住着，连个说法也没有，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。这么说，你是喜欢陛下多一点了？你可以为了莹珠牺牲你的性命吗？为了莹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包括生命。你可以，姑也可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美人关，在中视。